最后一个 last question。山师您好，今天听的这个讲座很有触动，当然特别是刚才您听到这个暗网的时候，然后现在都觉得心好疼，因为对于暗网这个事情我之前也是有了解的，就作为我们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像我们学这个理工科的，对于技术是比较敏感，而且就很多新出来的技术都很快掌握的，就越了解越觉得这个恐惧。像我身边很多这个理工生理工科的同学，他们在掌握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同时，比如说学医的还有这个学理工科，他们掌握，但是因为没有慈悲心，所以了解一些事情反而觉得非常的恐惧。就像学医的他们经常做动物实验，经常杀小白鼠然后做这个信息的了解，信息背后经常被窃取，然后也觉得恐惧，想知道像很多他们都不学佛，我这个学一些，那至少观如梦如幻，可以修一下慈悲心，减少这样的恐惧，那对于这个他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助来减少这个世界就是普遍存在的这样的这个恐惧呢？可能这个问题呢也是基本上别的也有一些办法，可能我们很多这个有技术的这些人呢，就是心里面有爱的话，应该有很多的方法，同时呢可能最好的就是念这个观音心珠啊，然后呢在将来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要了解就是他的这个利和弊，就这样的话根据这个事情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也可以这样吧，就是先念观音心珠啊，然后用一种爱的这种教育不断的传播的话呢，也有些事情可能不能改变，但也应该有帮助。